现在就等候你们的入队。各地都出现许多目击水生生物的案例，现在情报最多的地方为西海岸一带，也许水生生物在北太平洋的某处有栖息地。要是数量在水中增加，事态就会难以收拾，人类会失去大海的。此种水生生物为斯库拉，神话中的怪物的名字吧，别取这么夸张的名字，士兵会害怕的。成功接近，现在位于敌方舰队正下方。那就是先行船舰吧？为什么会是这种形状？根本搞不清楚哪边才是前面啊！分离锚塔了，是新型的传送锚塔，传送装置正在运转。敌人被传送过来了，没时间等主力部队赶到了。敌方船舰再度投下锚塔。
Yeah.
追，别放弃吧。现在的战力应该能够对付得了赛刃，但赛刃似乎也不是不死之身。是吧？已确认过好几次，他沉睡24小时以上的样子，每次都是在遭受攻击后的几天内发生的。也就是说，他进入休眠状态来养伤吗？是的。受到攻击后的赛刃在几天内会陷入沉睡，睡眠深浅程度不一，有时只过了几小时就会醒来，但目前确认过的最长沉睡时间为46小时。我们的攻击有效果，这样的话就能跟他战斗了。掌握他进入休眠的时机，发动攻击。是非法入侵者，找出来打倒他们吧。他们还躲在这座镇上，千万别大意。是外星人，给他们颜色瞧瞧。有人称呼我为天才，这真是大错特错。我只是比别人花上好几倍的时间一直在思考而已。看人类的韧性。
狗正在入侵。该死的邪神，让我把你们打飞吧。人类早已精疲力尽，人类有办法继续战斗下去吗？人类不累才怪，对方可是邪神呢。星岛者送援军过来了，好大，空母，不对，这是移动基地了吧？这就是他们攻击地球的据点吧？该死的星岛者，为什么是那种形状？啊！等一下，哪有这种小跑出来的？他们之前一直在藏招吗？我们是勇敢的步兵队，是浮在空中的基地吗？拥有钢铁般柔的男子汉，大人一起能怎么办？我们已经无计可施了，团结在一起，并肩向前冲！库鲁鲁正在往这里集合。你说什么？他们的目的地是巨大飞行物体吗？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把这座星球从那些邪恶的家伙手中夺回来。太空船正下方很危险，我们应该离开这里。他一定有搭载我们没看过的武器，搞不好可以让我们全灭。也不一定就是武器，他们一定在打手算，我们不能让对方得逞，就让我们来瞧瞧他们想干什么。
飞行物体前进。该死的库鲁，他们打算封锁这一带。是非法入侵者，交出来！EDS，EDS，EDS， 太好了！他们还躲在这座镇上，千万别大意。是外星人！有人称呼我为天才，这真是大错特错。
我只是比别人花上好几倍的时间一直在思考，给他们颜色瞧瞧。让你看看人类的任性。太遗憾了，射出血针必定会有回响吧。人类早已精疲力尽，人类有办法继续战斗下去吗？人类才怪，对方可是邪神呢，他们打算毁灭这个世界。不是，不能让他成心毁灭。是库鲁鲁，库鲁鲁正在入侵。邪神，让我把你们打飞吧。邪神啊，现在就让我击败你。原来攻势还没结束，人类还能怎么办？我们已经无计可施了。库鲁鲁正在往这里集合。你说什么？他们的目的地是巨大飞行物体吗？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这座星球从那些邪恶的家伙手中夺回来。太空船正下方很危险，我们应该离开这里。它一定有搭载我们没看过的武器，搞不好可以让我们全灭。也不一定就是武器，他们一定在打什么算盘，我们不能让对方得逞。就让我们来瞧瞧他们想干什么。
飞行物体前进。该死的库鲁，他们打算封锁这里。邪神打算封锁这个地方来保护巨大飞行物体，我不会让他们称心如意的。这个飞行物体实在太大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对付。
Thank you.
炮没受到阻挠，为什么？惊导者能以惊人的命中率预测我们的行动，但是这个力量似乎有所限制。如果是使用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侦察装置，它的探测范围应该会有某种极限吧？必须弄清楚，对方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得知我方的行动。传送宝塔空降下来了，用战车吧！不闪失就会没命，彻底破坏敌人的传送据点。敌人就是靠这里不断增强阵力，不让他们停止传送的话，战况只会陷入泥淖。现在的话有机会，敌对逃走了吗？
战车的驾驶。先导者能够自由穿越时间，既然如此，他们去攻击原始时代的人类，或至少去攻击 EDF 设立前的人类，应该会更容易达成目的才对。为什么要执着在这个时代？有什么理由吗？
虽说要发动奇袭，但他们晚上会需要睡觉的。那些怪物的行动在夜间会变得比较迟缓，就算只有一点点，成功率还是越高越好嘛。作战开始，对传送飞船发动攻击。怪物就在这片黑暗中，对手的体型相当强大，就算在夜间也不能一视同仁。
剩下的怪物。别因为怪异生物的出现就分心了，先去完成一开始的目标，歼灭传送飞船和怪物们。没有能打倒敌人的方法吗？还在摸索有效的攻击方法，但根据先进技术研究部的提案，正考虑使用暴君深水炸弹。谁安静啊？居民都去避难了吗？还是已经被杀光了呢？上吧，破坏聂家。你应该知道吧，聂家的目标是人类。你不知道条约禁止使用杀人机器人吗？都到地球来了，好歹也做点功课吧。这一发就是给你们的惩罚。聂家好像是新型的，小心行事。快看，那个聂家跟资料里的不一样，说不定是高级人士。那个聂家是高阶型，高阶型聂家的输出很高，看起来红红的是因为电磁装甲的缘故，速度和火力都有所提升。那该怎么对付？如果机体构造相同，装甲应该会在攻击的瞬间打开，请瞄准那里。
的准备。三类无人机正在伺机而动。司库拉也在。整座山都是敌人。任务是破坏传送装置，破坏毛塔吧。真是艰巨的任务，去完成它吧。打倒最多敌人的会是我。还在射程外。伙伴受伤了，我来治。是，长官。
死，尽快射吧！已确认目标。三类无人机正在伺机而动，斯库拉也在，整座山都是敌人。任务是破坏传送装置，破坏毛塔吧，真是艰巨的任务，去完成它吧。敌人来了，可恶，还是他。
士兵，你很有眼光啊！突击兵三号，加入战斗！以那座山为目标。
现。前行兵，快去支援！了解，加入战斗。到达速战区域，进行突击。飞向那座山。
射机枪炮。这个卫星的人正是我，我就是所谓的神。发射机枪炮，发射机枪炮，天气也太糟了吧，这种天气还要打哦。先从附近的敌人开始清除，扑灭所有的怪物。今天 AFV 也会参战，这下轻松多了。负责后勤的 AFV， 尽管放心吧。发射！射程很短，却是最准确的快速武器。
跟在 AFB 后面。
此移动。打倒亚凯鲁斯后，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的悠然离去吗？没想到竟然能打倒无敌的亚凯鲁斯，虽然说有体格上的优势，但格劳克斯的力量真的太异常了。也许急速成长的格劳克斯有着超越极限的力量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现在的格劳克斯正处于不稳定的状态。已获得暴君深水炸弹的使用许可，现在正在将炸弹装。防御小队遇上敌人，现在正在战斗中。航空潜舰因为和斯库拉的战斗而受损，在修理完成前无法动弹。支援防御小队，保护母舰。瞄准传送舰！不行，发射器被破坏了。科普勒也快要完蛋了，还活着的只有我们。至少再带一艘传送舰一起上路。前舰潘朵拉遭到母舰八号击沉，一切都是命运。传送舰正在空投怪物，
造成损害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母舰展开炮台时加以破坏。这也太多了吧！
台，只能从地面发动攻击。时机终于来了。瞄准炮台，根据情报，武舰的弱点就是那里。如果情报正确的话，可以击落武舰。一切都靠你了。
做到了，人类破坏了一艘敌人的母船。完成，感谢地面部队的支援。启动机械，进行潜航。离海远一点，航空潜舰要动了。潜航。作战结束，我们获得很大的胜利。Thank you.